这说明他们上下一心，非常自信。这个独立团以后很可能是我们的劲敌。将军阁下，看来我们只有沿运河南下，另找渡口了。不，既然我们已经落在了后面，就不必着急了。你马上关注战情通报，我希望和独立团再次碰到。明白。 师长，德公最新命令，让我们六十军守徐州。怎么了？全军整编完，只剩下五个团了。怎么守徐州啊？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很快就会赶到了。就凭他在张云南作为，可能那么多兄弟部队，谁敢相信他？陆军长已经明确表示，六十军绝不后撤。 他说：“咱们要打出云南军人的精神来。”余光山这么一战，国际媒体给予我们正面评价。听说龙主席笑得嘴巴都到耳根后边去了。卢军长不是多此一举吗？这就是卢军长的睿智之处。当前局面，是你想撤就能撤的吗？啊！战区长官部已经命令其他所有部队分头转移。 为什么单令咱们六十军负责掩护？你想过吗？据说军部非常肯定咱们的战斗力，赞赏咱们能攻能守，称之为国军之楷模。哼，骗鬼的话也相信。这才是啊，当面一脸笑，背后一把刀。您的意思是借刀杀人？对，他老蒋就是想借日本人的手。 彻底消耗光咱们这支滇军的精锐之师，你是只顾埋头打仗，就不能抬头看看形势吗？啊，你看，整个台儿庄战役，有多少他老蒋的嫡系部队参战呢？全是各地赶来的地方部队，为国捐躯我没二话，可这被人陷害，我廖某心里不服。您说吧，我听您的。 我已经向卢军长汇报了，你带你的团不进徐州，到徐州城西的段庄，与幺八四师的杨宏远部会合，为全军的转移铺平道路。我马上率队出发，不过有件事儿还得拜托您。啊，是美兰的事儿啊，还是小刀？美兰跟着我行动，没有问题。我已经通报各部，不管谁遇到小刀，他们马上就指明我们的方位。好。 刀，怎么样？老百姓都跑了，据说就连最高的长官也跑没影了。我担心万一进了徐州，咱们就会有更大的危险，这样咱们的事儿就更大了。萧一恒跟我说过，徐州的东边有一个王庄，是我们约定的地点。哎，咱们按着铁路线走，一定能找到地方。哎，老六，你来过这边吗？没有，不过铁路线都通向城里嘛。是啊。 刀，你看见了吗？还是小乐比咱们聪明，拿个主意吧。行，那我们直奔火车站。兄弟们，都起来，我们直奔火车站。快，走。 兄弟们，抓紧时间，赶紧上车！兄弟们，抓紧时间，赶紧上车！上车？你这个时候上车能去什么地方吗？就是，咱们战区司令长官部专门在咱们李长官的专列上加挂了咱们伤兵员的车。李长官说了，他要和兄弟们共进退。李长官还说，他要带着大家一起走，去武汉。哎，这人还真不赖。
就是啊，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跟着李长官、白长官一起去山东打仗，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把我们当自己人呢？对，他说的非常对，大家赶紧上车吧，快，赶紧上车，红旗，赶紧快隐蔽，快！ 日本人开始进攻了，我们必须要找到他们，搞清楚独立团的具体位置。我去。兄弟们，就地隐蔽，快点！哎，兄弟，你知道六十军独立团的具体位置吗？你等一下啊，那是什么呀？ 你知道六十军？往里走，往里走。长官，麻烦问你一下，您知道六十军独立团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吗？我怎么知道啊？来，快，来。长官，我着急。我听说六十军负责守卫徐州，他们最后一个撤离。来，快。徐州，谢谢长官。哎，那边呢？快。哎，长官。 兄弟们，有人知道六十军独立团在哪儿吗？有没有人知道六？独眼儿，大虎，你怎么在这儿？啊！真的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了？伤好点了吗？没事，小伤。这些伤员全部由长官部统一管理。 要运到后方去，那是好事儿啊！我刚才听你说，问咱们部队在哪儿是吧？对呀，我们整个大连都来了。我听连里的兄弟说，小刀跟你们真够意思。别客气。对了，团长哪儿去了？团长他们撤到南边的段庄去了。段庄？对。哦，对了。 那是他们选择撤退的通道，记清楚了。段长，哎，那个上尉，快点上车！你先上车吧，好好养伤。哎，我们找团长去。哎，哦，独眼，怎么了？回去帮我谢谢小刀。嗨，你放心吧，我走了。 那边的队长，快！这位同志，上车，快！兄弟们，赶紧救人，走！ 大虎，萧大虎，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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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轻伤的兄弟搭把手，把重伤的往外运啊！别走啊！ 小鬼子靠近了，再打，急死他！大虎，小刀，来了，这边，慢点。小刀，大虎，大虎，大虎，小刀，大虎，这边，这边，你别着急啊！哎，小刀，大虎，慢点，跟上。 是你们，尤其是你们，杀死了我们娘儿俩，我孩子的阿爸，还有我的阿爸，早晚会向你们报仇的。你的命真大啊！小六，别杵在那，过来！快点啊，还有好多人呢！好，快！大虎，你这个混蛋，不是我，你又死一回。老子就是王八蛋，怎么了？快，你让我死在这儿，我不想拖累你。过来了，跟着你的兄弟赶紧走。这边，我不想欠你这个情。你闭嘴，肖大虎，我告诉你啊，跟上。只要你还有一口气，我江小刀就绝对不会丢下你不管的。我们快点啊，还有好多人呢。我来背他吧。好，快。亮子兄弟，小六，何英呢？你把肖大虎。 牵扯一下兄弟，转移到后面的山坡上去。小刀，快点，甭管我了，我知道你是我兄弟，你们赶紧走，别在娘子管我。带着你的人赶紧走，你们跟我在这耗着不值得。值得，很值得。来，哎呀，六子，你的奶奶都不让老子死在这儿了，想死，哪那么容易？走。 小刀，哎，怎么还不撤呀？鬼子人多，我们随时可能顶不住，咱不能都死在这儿啊！我知道，都让你听好了，告诉陈皮，不管怎么样，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一定要把日本人给我顶住。这边伤员多，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明白吗？明白。我走了。 六十军独立团，三营九连连长江小刀，谢谢你们，谢谢独立团的兄弟们。好了，我看你手脚利索，你赶紧通知兄弟们抬伤员，我的兄弟在那边抵挡日军，日本人马上要冲上来，我们就完全顶不住了。兄弟们，我们大家能活着，有记住，是谁救了我们？是六十军，是六十军独立团的兄弟们。行了，别说这些话了。 你赶紧让你的兄弟把所有的伤员都抬到那个山坡上去，好吗？好，兄弟们快！兄弟们，现在日军又冲上来了，所有能走的人自己走一下，能爬的人都爬到那个山坡上。 快点！你干嘛？你还傻了？你在这里，你还能做点什么事儿吗？日军马上又冲上来了。
你是因为我跟小刀之间的事记恨我是吗？你多心了，兄弟。我跟小刀的恩怨早就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永远都化解不了。我们？咱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杀人是要偿命的。 小梁，我小达虎只杀日本人，从来不会杀自己人。你让我成什么命啊？害怕了？你刚才不是不怕死吗？啊？老子自打生下来就从来没怕过事儿。我只是不明白，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这件事，你想赖是赖不掉的。小刘，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小打虎要是真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儿，我绝不抵赖。乌蒙山，跳崖那个女人，你还记得吗？记得，她是我媳妇。 逼死了他！你的心太狠，非要赶尽杀绝了。你知道吗？他当时还怀着孩子，是我跟他的孩子。六子，今天我这条命你拿走，我给他们娘俩偿命。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 因为这件事，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整个结束之后，他就让我带着人返回去。我在山崖底下找到了你老婆的尸体，我们给他修了一座坟，就在你们的阵地上。 你要记恨就记恨我，别记恨我二哥。我求你放过他。
让他多打日本人，就算给你老婆孩子报仇了，行吗？刘子，我大虎是从山寨里走出来的，一句话，我不记你的仇。来吧，来呀！过去不认识，可现在在敌人面前，就是有天大的仇。我们都是兄弟，伸把手。伸把手就能救一条命，弟兄们，去救救咱们的兄弟们。说的倒好听，去救怎么救？去那儿就是送死，还得连累这一票兄弟去送命。我们出来抗日，难道不是为送死来的吗？能不能挡得住敌人？这个国家能不能保住，谁也不知道。我们明知道是死。还要拼，不拼，我们的兄弟姐妹、妻儿老小就要当亡国奴。拼了，至少我们不后悔，我们的后世子孙就不会戳我们的脊梁骨。东北跑了，南京也跑了，你们还能跑到哪里去？国都没了，跑到哪儿？都是死，能活一天算一天，总比现在死了强吧。走，走，弟兄们，我刘伟杰求求大家了，救救那些兄弟。我是六十军独立团的，我们团的弟兄们正在前面替你们堵枪眼儿，你们要是再跑，就是临阵脱逃。兄弟们，国家危亡，不能再逃了，否则你们就算活着也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回去吧，都回去吧。快撤，跟我走了。
里面的兄弟们，快点！小刀，小刀，怎么样？大虎已经被我放到树林了，这帮兄弟们都可以帮忙背伤员。好样的，兄弟们，那届陈祥礼还有很多活着的兄弟，帮忙把他们都抬过来。快帮忙！快！李百文，李少云，快！玉儿，哎，快！你怎么回来了？陈斌呢？陈斌说他断后，让我帮你们护送伤员。这不是胡闹吗？ 子弹给我，拿着。小刀，快！实在是抵挡不住了，我再抵挡一阵子，你必须撤。小心！知道。你怎么又回来了？抵挡一阵子。 小刀，陈斌，被蚊子咬了一口。小刀，敌人向山坡那边迂回包抄了。陈斌，快让兄弟们转移！快，快！小刀，你干嘛去？里面还有很多兄弟活着呢。哎，来不及了，要不然救出来的兄弟也活不成了。兄弟们，对不住了。猴子，通知兄弟们撤。是，快撤！快！快！快！ 你怎么回来了？快滚！老子不滚，我掩护。你先走。你看看我的腿，我能走吗？啊！你快滚！溜走！我欠你一条命，要死一起死，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快滚！我不走。 六子，六子。
你说你欠我一条命，咱就把这条命好好的活着，替我做大鬼子，走吧！！快点，跟上！快了，兄弟们，快点！走，曹操，小六没回来啊！我去，来不及了。在火车站被日军屠杀的伤兵多达3000多名，这是日本侵略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可耻罪行。正如那些牺牲在各个战场上的烈士一样，这些烈士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曾经两次奋战在台儿庄，最后还是在徐州为民族的自由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为国捐躯。怎么了？大的方向没错呀。不行，我必须得回去一下。找小六啊。老韩是救过我们的命，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回去以后，怎么跟他交代？哎，那儿都被敌人占领了，咱们去肯定死啊。小刀，我跟你去。哎，我也去。猴子，你带着300跟我走。独眼，你留下来跟陈平，带着兄弟们去找独立团。明白。这儿有60军的人吗？这儿有60军的人吗？我们是60军的。蒋小刀，六大哥，我这是最后一遍找你了，全军都撤退了，就是找不着你呀。负伤了没有啊？我没有，就是陈皮负了一点小伤。
严重吗？报告师长，冻穿伤，掉了块肉，吃饱了饭，还能再长伤。来，快上我的车，送你去战地医院。哎，师长不行，我要跟兄弟们去找团部。团部在段庄，还是负责全军的掩护。哎，还有伤员吗？来，都坐我的车。师长，我们这边是各个部队救的伤员太多了，这个小车肯定装不下。给师里发报，把所有给养都分发下去，空出车来拉伤员。是。小刀啊，哎，带好你的队伍，等到了武汉，我给你一个营。全是咱们昭通的棒小伙子。谢谢师长。师长，到时候能给陈皮一个副营长吗？没问题啊，你说了算。感谢师长的栽培。哎，哪来这么多虚礼啊？哎，咱不客套了啊。嗯，我还要指挥全军的转移行动，你们就赶紧赶到段庄去会合。好。哎，师长，那个小刀要去找小六。什么意思啊？去找谁？是老韩叔的儿子，刚才在火车站牺牲了。不行，下午鬼子刚刚占领那里，咱们的老对手板井支队，他们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师长，我知道，小六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回去我真的没法交代。你这样冒险不值得，我就是为了背胡团长的尸体出来，葬送了不少弟兄的性命。哎，这都怨我呀，是我太自私了。不是，师长，我不会连累兄弟们，我一个人去。你的任务是带好九连，他们都是咱们六十军最优秀的种子。陈皮，哟，我现在决定，任命你带领九连连长，江小刀给你当副连长，从现在起，他服从你的指挥。是，你俩看住小刀啊。行，我服从命令。你给我小心点，时刻小心啊，一定要注意警戒，咱们段庄见。再见啊，兄弟们，咱们走。是，下去。哎呀，别扶我了，看着小刀，扶着他。不是，我有什么好看的？你们俩去扶陈皮啊。哦。都给我抓紧点时间，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得赶到，听见没有？是是。得根鸡毛就当令箭，耍官腔。猴子，咱现在不是孩子了，有些话伤感情，不能说。小刀才是连长。你遇事先能动动脑子吗？我跟你说啊，你要再遇事不动脑子，我可真把你关笼子里啊。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你有这本事吗？不是，那你干嘛老跟陈皮过意不去啊？你以为这连长是他想当的呀？你们俩干什么呢？啊？没事没事，你们都给我闭嘴，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我这个连长就是个代理连长，等把小刀押回去，小刀还是连长，听见没有？小刀哪儿去了？后边啊。什么后边啊？不是让你们俩看着吗？他让我看着你，你让我看着他，赶紧找去。哎，回来。听我说，你们俩带好足够的手榴弹还有子弹，找他的同时注意安全。哥，你什么都考虑我们，你自己多小心。放心吧。三儿。哎，皮哥，什么事儿？按照咱们江家寨的规矩，沿路留桩子做路标。好，知道了。知道。
头睡一觉，养足精神，后面还有一场恶战呢。佩琴，其实我也睡不着，我也在担心九莲。我更担心的是全团怎么撤退。你刚才审阅的文件都是各部队向师长汇报的文件，都说没有九莲的消息。你这是明察秋毫，背后长眼啊。不是，你担心九莲，我担心你。九莲早点回来，我也可以安心了。九莲是咱们的尖刀部队，有谁不担心他们的安危？佩奇，我觉得你是不是担心江小刀啊？间都如烟。